一下，我要通通把它们给串在一起。首先给大家看一下上面的两个关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开口，轻吹口气，它就会轻轻的串在一起。那轻吹一口气之后呢，它就会分开。现在我让台下的观众来检查看看，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检查一下？可以帮我检查一下吗？可以帮我检查一下吗？确认一下上面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开口，任何的打开的痕迹？掌声鼓励。当然，我还有更多的点环。来敲。旁边的观众好了。好，接下来好了，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抓着这个铁环？新窗口抓的，确认一下它是不是没办法打开。好，然后呢，帮我新对它吹口气，好不好？像这样，一、二、三，吹口气，然后慢慢的把它往后拉开，你会发现这个铁环。检查过了，我等下只要数到一、二、三，通通给。当然，我可以用他们排出一些有趣的图案，比方说一台奥迪汽车，另外一个图案是奥迪汽车的座椅，一只蝴蝶。然后呢，含苞待放的花苞。谁手上有两个连在一起的铁环可以给我吗？两个铁环，对不对？我只要呢，一、二、三，轻轻晃晃，它就通通给串在一起。掌声鼓励。现在两个铁环的人可以举高你的手吗？来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。铁环给我可以吗？有铁环可以传给我吗？一个铁环，两个铁环，三个铁环，四个铁环，五个铁环，好像在跑百里长跑。最后呢，我把所有铁环呢给串在一起，就像这样，一、二、三。掌声鼓励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接下来呢是找个小朋友上台变魔术的时间，有没有人可以上台的？哇，也太多人了吧。我发现呢，大家开始一直跳动跳动的。我看到那边呢，后面有一个绿色衣服的小弟弟，爸爸是红色衣服的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。我希望呢，让后面的小朋友呢有一点机会可以上台。他呢已经期待很久了。来看一下呢，来，小朋友，可不可以请你站在这个地方？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名字。那口罩呢，你可以先把它给放在这边。那等一下记得把我先把它挂在这里，好不好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？叫陈柏成。柏成。柏成，请问你今年几岁？18岁。8岁。是8岁还是18岁？8岁。28岁。8岁。88岁。8岁。888岁。8岁。以888岁，你看起来蛮童颜的哦。柏成，你今年8岁是不是？是这样子的，这边有个铁桶，这个铁桶啊，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。就是魔术师的零钱筒，可以帮我检查一下啊，摸摸看。
正常来说啊，就是这个铁桶呢应该是满的，不可能现在魔术师比较没有什么钱啊。是这样子的，好，先帮我敲敲看，好，帮我对它这样子敲敲看。好。再次好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很好。里面呢，可不可以拆下？没有问题。是这样子的，帮我看正前方的地方，然后帮我大声说啊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然后大声说啊，看一下你的牙齿啊、哦、，OK OK， 很好，一二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一二三，大声一点，啊。从里面掉出来的东西，你可以秀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吗？里面变出了什么东西？一个金币，掌声鼓励！天哪、啊，现在里面很恶心，都是你的口水。原来呢，你是一个 rich guy。是这样子，当然你只要听到声音的时候，代表你变出钱。帮我把这个丢进去好不好？放下。OK， 好，现在下一个咚咚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我要继续从你身上变出钱来，不要动哦。我来看一下，在袖子的这个地方，你只要轻轻抓一下。你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没有听到声音。现在没有两个硬币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呢，现在一个硬币，两个硬币，一、二。我要从你的膝盖呢这边呢，这个洞里面呢，把它拿出来一个硬币。然后呢，不要动啊！一二三，你的帽子，你的头发里面的是那个，对，张震岳。哇，原来呢，你是个有钱人。不然这样子啊，你想办法学怎么样变钱，学怎么样子变钱。好，我想来看的这地方，动动你的手指头，然后呢，动动你的手指头，动动你的手腕。等一下呢，在这个亮亮的地方呢，看着前面，然后呢，大声的抓一个硬币，然后呢，听听看有没有声音。好，一二三 ，Go！ 听听看有没有声音？有声音吗？没有，要假装有梦想才有声音，有吗？有，数到三的方法丢进来，一二三。来看一下这边好了，这边呢，这个里面，这边呢有一个金币，这边有个金币，然后呢，这边呢，魔神这边呢，这边呢有一个金币，这边呢，然后呢，这个口袋这边呢有一个金币，这边呢有一个金币，魔神你的右口袋可以帮我变出一个金币吗？变出来，把它变出来，好，把它变出来，哎，金币，天啊，这边的金币，左边呢，左边帮我变出一个金币，啊，左边。现在呢，我要去示范呢，把这个金币呢，把它穿越过这个铁桶，像这样，一二三，再一次，一二三，还穿越过去，把这个硬币呢，把它拿起来，像这样子，一二三，拿起来以后呢，它就穿越过去了。好，现在是这样子的，不是，现在我要请帮一个忙，帮我呢伸出你的脚，然后呢右脚像这样子，好，然后立正不要动哦，好，不要动哦，好，一二三。最后呢，我要从你的衣服里面呢变出一个超级巨大的大衣服。为了感谢你的帮忙呢，所以呢，我有个小小礼物想要送给你。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？米奇跟米妮。我们来看一下米奇跟米妮呢，他们有什么东西？什么钱？这看起来就是个糖果的样子，上面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糖果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请你双手去给我像这样子？然后等一下帮我对他魔法的感觉吹口气，魔神。然后吹完一口气之后呢，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了，因为米奇米妮啊，我糖果呢就会变给你。当米奇米妮呢把糖果变给你之后呢，他们自己的身上的糖果就会消失掉。再次用圈掌声，谢谢魔神参与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我是大哥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
跟九鼻的模式，我需要大家很多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确认一下，摸摸看这个胶带，
确认一下是不是黏黏的胶带 ，OK， 好。然后呢，我想要请有人帮我摸摸看我的手好不好？摸摸看我的手，有没有人摸摸看我的手？小姐可以摸摸看我的手吗？检查一下，先生可以帮我检查一下我的手。啊，够了。小姐可以继续检查啊 ，nice。现在呢，我想要请先生，你可以帮我把我的手指头呢，像这样子，很愚蠢的帮我把我的手指头慢慢给它缠起来，多缠几圈，多缠几圈，多绕几圈，用力绕。对，我听到呢，小朋友说拉紧一点，拉紧一点，哇，很紧。OK， 好，用力的帮我把这个胶带帮我把它给撕掉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先帮我检查一下，拉拉看我的大拇指跟食指呢，这边有没有办法被拉开？不要拉断就好啊。拉开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拉拉看，他很紧张，好，接下来啊，我想要请这位李小姐，对不对？借我一下你的手表。哇，看起来呢，非常的昂贵。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等一下呢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就像我刚变的连环的魔术一样，我们要把这个不可能的东西把它给串在一起。这是李小姐的手表，这是魔术师的手指头，已经被粘在一起了。这个手表是不可能打开的。等一下我要把这两个东西粘在一起。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方法是把手表用剪刀剪断套进去。第二个方法是把魔术师的手指头剪断套进去。你们想要看剪手表还是看剪手指头？李小姐的手表很昂贵，但是魔术师的手指头无价。你们想要看剪手表还是看剪手指头？我们可以剪手表吗？剪手指头好了。好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们不要互相伤害，因为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呢，手表早就已经串起来了。可以帮我确认一下吗？先帮我确认一下。那后面的人，你帮我稍微确认一下，摸摸看，让你摸摸看昂贵的手表，是不是真的完全扣在一起？好，不能摆了吧，不能摆下手表了。通常啊，你知道吗？好的观众呢，不是只有哎，怎么可能？通常会有掌声，好不好？你们还记得我要变什么魔术吗？我们要把手表跟手指头串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你有发现他们现在要分开了吗？好，我们再做一次。这是手表，这是手指头。等一下，我把它串在一起。一、二、三，拉上去。唯一能把它拆下来的方法，就是帮我把这个胶带，帮我把它给撕掉，然后这样慢慢，好，帮我检查一下，看我的手指头是不是已经充满了凹痕的痕迹，对不对？再次用确认掌声，谢谢李小姐。或是一对情侣上台跟我一起变魔术，有没有夫妻或者情侣想要上台？好，那就请先生跟小姐，好吧，掌声留给你们，一起来到舞台上面。啊，哇，今天呢看起来，哦，不用跳上来，用走楼梯的。今天呢，我觉得是非常找先生跟小姐适合上台的时刻，因为小姐呢好像已经怀孕了一阵子了，其实现在几个月了，8个月。其实小姐在我的左边，那先生呢在我的右边。可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们的名字？叫陈世化。陈先生跟小姨。哇，这是8个月了，这是你们第几个小孩？第4个。陈先生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因为呢，小姐呢辛辛苦苦的怀孕了8个月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要表现一下你的爱意，很简单，就等一下呢，你要脱光你的上衣，然后给她一个公主抱。不要了，开玩笑。是这样子的，在这儿啊，有一副很特别的扑克牌，这副扑克牌呢是由爱心所组成的，这上面呢有很多的爱心，那每张卡片呢都是一样。总共有20张卡片，没有东西 ，OK， 正常。是这样子的，我想要请你呢帮我做一件事情，帮我拿着这个卡片，然后啊，等一下我要你在我手中那边数10张扑克牌，但是你要数得很清楚，好不好？慢慢数哦，来，一数到手上，一，慢慢数，二，
慢慢再慢一点，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张扑克牌，对，帮我把剩下的扑克牌交给小姨好吗？帮我双手握着这个扑克牌，用力的握紧，不要让任何人偷走它。十张扑克牌交到手上，一张一张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帮我把卡片拿走。在我口袋这边呢，盒子里面呢还有一副扑克牌，这个扑克牌上面呢是数字卡片，上面有数字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上面呢是混乱的数字，这代表呢，等一下你要传给他的爱心，所以你要决定呢，随时喊停，拨牌你可以随时喊停，来了，请随时喊停。好，可以帮我把这个卡片的数字跟我说吗？多少？三。那代表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变三张卡片。好，看着正前方可以吗？我们要把第一张卡片呢的爱心呢，要把好，有感觉扑克牌变多吗？没有，因为一张扑克牌呢，大概只有一公克而已，所以你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。第二次呢，给大家看仔细。这边有块布，等一下我要让你的扑克牌飞起来。一、二、三。扑克牌就慢慢的飘过去，这是一张隐形的扑克牌。你可以看一下底部呢是不是空的，里面是不是一张隐形的扑克牌？一、二、三，有感觉吗？一张扑克牌呢只有一公克左右，所以呢你可能没有办法感觉出来太清楚。刚刚你手中有十张扑克牌，陈先生，我们现在一起来数看剩下几张。刚刚有十张，现在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慢慢数，理论上快不拉了。那最后一张啊，我想要你用飞吻的方式，把你的爱心传递给我。这有点太邪视了吧？我这个合家欢乐的魔术小啊。亲下去啊、！Nice！ 现在我想要请你们呢亲自数数看，你们的扑克牌在你们手上的，数到我手上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所以你刚刚真的变了三张不见了。你抓？我抓很紧哎、欸。你完完全全没有办法，有机会偷走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小姨手上的扑克牌，数数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三张来着。好的，那在我自己的这段演出的最后啊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是一个人生的故事。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就像是一片拼图，面积一样，但是我们人生拼图的排列组合的方式不一样。我想要请一位观众帮我检查一下这个框，确认一下它不会放大或者是缩小。各位，请您帮我确认一下，你可以拉拉看或者是悄悄看，确认它是实心的。啊，还把它带起来，没问题。仔细的检查，确认一下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个框是没办法放大或者是缩小的。这些元素啊，代表着不同的意义，比如说梦想、目标以及价值，有时候代表的是金钱、事业、
有时候代表是成功，有时候则代表是自由、时间及快乐。现在这些拼图完美的待在框架里面，直到有一天意外发生了。有人说这是一个意外，有人说它是挑战。当我们遇到问题跟挑战还有意外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因为它是新的。但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改变你自己的观点，调整自己，重新适应一下。而拼图就会回到原本的状态。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往目标跟梦想前进，直到有一天更大的挑战来临。不过有了以前的经验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们只要再一次的改变自己的想法，调整自己的观点，重新适应一下，而拼图就会回到完美的状态。梦想、目标、价值，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进步，一天比一天更快乐。这个就是所谓的人生拼图。谢谢大家。